那天戏被脸上被放麻子是什么感觉？没啥感觉，就感觉好像麻子画得不够美，不够美。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物要把自己画麻子，我觉得应该也是画得相对来说比较有美感的，而不是点的特别大那种像媒婆痣一样。哎，你不要画太，就画的两条。大兵一点，这个太多了。丑要丑的弟美男好不好？弟美男好不好？再重点吧。七星瓢虫是非洲七星人，点点的很亮。七星瓢虫是非洲七星人。大、你看看，太大了。非常正常，太大了。这一个，我抗拒。有三个。你自己画，肯定把自己画的巨丑让他看。我是云妖第一美男不行。我是云妖第一美男不行。云妖第一吗？这不是你，这不是真实的你。不行。这不是真实的你。不行。我抗拒。太大了。不大。太大了，有雀斑就行了，好吗 ？OK。三个就够了，这一个。三个。我抗拒，因为我有偶像包袱，我有一颗痣，好不好？要不在这，我有偶像包袱，在字上面。别动，绝对没问题。你剪这个上面吧，就剪这一块吧。好了，哎呀，本来想着欧美雀斑的，结果哎呀，真是比较麻子脸。几个雕？哎，不够。不够啊！不够啊！那再点一下，就是回家去。